老法师说，八地菩萨才纯修密，不修密法不能成佛。请问是不是说成佛都要经过密法以去除妄想？八地菩萨还需要有男女双修吗？佛对众生呢所说一切法，有方便有真实啊，这个你要知道啊。佛讲了八地，实际上呢在华严经上讲，你要到初住的时候你就全部明白了，然后你才知道啊，释迦牟尼佛戒引众生的善巧方便，那种智慧的自在运用啊，你就完全通达了啊。那么你现在还没有到八地吗？你就乖乖的是依教奉行啊，持戒好好的学佛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啊，不需要到八地，到原教初住啊，别教初地你就明白了。